继续努力。喂 ，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 我Musy， 最近怎样？现在在香港最后一天，看来是玩得太疯了，然后声音也变了。今天的影片呢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？不是在香港的 Bro， 因为影片不完整，所以我现在 Musy 就是 Storyteller。今天的影片第一件事，就好像 Topic 写的怎样？我是去了龙长寺。之前就做了白跑，跟 Will 的吗？其实是第一件事，我只是做苦力，帮他拿东西，一边做跑腿啊，拿所有东西，然后去到那边，他们就开始白跑，把那个寿司切好，然后就白跑。所以刚刚就是去厨房那边摆好盘，把寿司都摆出来，然后准备好。就是直接他们送过去，送完以后，然后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去奇岩要买汤匙，然后我看到他们笑，超年轻的，完全不觉得他们是老人，他们只是我的姐姐，太夸张了，就是他们心态决定那个境界，心态决定境界，超开心的。摆完以后，基本上我的功用是完全没有作用，但是这个不是行程的重点。之后呢，我就是因为我要跟他妈去龙长寺。龙长寺看到那边风景很美，那边呢我们只是要去龙长寺要买一些这种小东西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参观一下龙长寺。那边的人真的很和善，微笑然后就说一说话，然后就是参观一下以前龙长寺是用农田做，以前是农地，然后做成龙长寺。这里平常就是，也不是太热的时候，你在这里都可以躺一躺草坪，很舒服。就是看起来这里很广，然后就不会有那种压抑的感觉。没有压抑的感觉的话，那个心灵就会很平静。很不错的地方。我就是根据阿妈讲，他说这里中秋节了，就是会把板子放在这水上，然后中秋节的时候就会有交响乐，人家就过来欣赏音乐，这里那么舒服的环境。听音乐肯定超级棒，这里就是要拜佛大殿，因为这里原本是一个农地，所以不能盖那么高，所以只有一层楼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在这里里面吃完饭，在地下，因为里面不可以拍照，所以我还是出来讲刚刚那个感受吧。它是男女分开的，男生坐在左边，女生坐在右边，就是看着对方吃饭。吃饭的时候是没有人说话，吃饭之前的要感谢一下，吃完饭就可以拿汤，拿完汤呢，然后自己洗碗也有分男女的，然后就基本上这样。龙长寺啊，之后那个行程就是大义工。喂 ，Good morning, Musy。现在是6:20早上。吃阿妈煮的爱心早餐，超棒的。我今天就是去桃园，最有意义的事。我这次终于不是只是做跑腿，摆盘。我有真的在做，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刷苹果皮，刷完以后呢，我在想，哦，我应该可以做什么了？没有。然后之后我就找到我可以做的事，就是磨豆皮。磨豆皮我是从来不知道怎么做。哎，一个年轻人，学完大学，一个年轻人应该磨豆皮这么简单的事应该会吧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，不会就问，你都很有礼貌的啊，我不会，你可不可以教我？可不可以教我一下下嘛？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把我寿司做寿司。继续努力。然后就是剥豆皮，剥完以后就开始把饭放进去，就做成一个豆皮寿司。我一边剥，放完寿司就直接吃一个。比较有趣的是，他们70多岁，居然有更有活力。他们做事都是很快，然后也是笑着做。我这些年轻人包寿司的时候，还有资格说什么很热、很累、很什么什么吗？6:30起床，累不是一个借口。
他们70多岁也是这样，我们年轻人更是要学学学学。超棒的，叫老板。所以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团队，团队。我就是负责做这个。搞好了。然后他们是做不一样的寿司。鸡翅螺类。Hello。250元。等着吃吧。所以现在就是包完寿司，然后他们，我们是外面在包寿司，他们是在里面做其他的食物。所以这些就是其中我们的努力。其实做呢啲义工都真系几有趣。你见到比我大三四倍嘅人，差唔多三四倍啦，我谂都系咁样咁努力，一路做嘢一路做嘢。今日听个佛偈，佢就讲咗话咩啊？奉献，唔知奉献先系开心啦。基本上就系叫你奉献，之后心态就要做义工，都几有道理嘅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就是你给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反而是会开心一点。你不要想回报，有时候会更好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就是做了寿司，做了烧了苹果皮，基本上就是做义工。我忘记说了，这里好像是，这里是法鼓山灾民别院，然后现在这里就是国中生在里面夏令营，然后我们就是做午餐给他吃。希望寿司没有事吧？他应该吃到我的灵魂。多开心，多开心！做寿司，走来走去，跟国中妹妹说话。她说学校还好，因为老师很凶，然后还要早起来。那没关系，我也是早起来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